帮我冒上几号。爷，你看铁桶里面。哎，我平时都是多喂几声呢。要是这些年你家修得不修的嘛？不修，你修得去不？修起没问题的。哎呦！机器我已经拆完了，检修了一遍，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，只是这个机器很久没有用了，它上面的油垢都特别厚，还有就是这个喷油嘴和那个油泵需要特别的照顾一下，接下来我就开始清洗。
这个机器该清洗的、该除锈的地方我都已经弄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给它配个色。机器的颜色我已经弄好了，然后它缺的配件我也买了，我又找到了一个电气筒，接下来我就开始组装了。这个对齿一定要在它相应的位置相匹配。
机器我已经弄好了，接下来就给它的主人送去。今天不帮你拿些点头壶。哦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不用谢，哈。哦，你慢走哈。好，要得。好，好呀。机器我已经修好了，动力很不错，主人家特别高兴，还送我两头鹅，让我回去炖汤喝。然后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